大家好，我是 Next 姐，对不起哦，很多事没有实况了，因为最近有很忙的事嘞。大家，你看，这是我做的电影院。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游戏叫做 Garry's Mod，是一个物理沙盒游戏，非常不错吧？可是是要付费的，差不多300多块左右。看大家愿不愿意买。等一下哦，我只能跟大家说一件不幸的事情，我的生产目录不见。如果大家知道怎么解决，就帮我解决一下，拜托了。我要装插件，其实也很简单。像天线宝宝啊、侠盗猎车手这些都是插件，我就让大家看一看他们的表情。我的主角主要是这两位，这一位就是我，另外一位就是我朋友。他们其实可以调脸部表情，你看 CT 都累了，不想看这部电影。电影是什么呢？以后再拍给你们看。连手指也是可以用，就像这样，长得很奇怪的手指。你看表情都很点点点。你看西爵他们，和一些你们知道的天线宝宝。我再让你们看一下电影院外面，因为我其他的地方还没做好。这样呢，脸部表情都很丰富，像这个有点长得有点点点点的表情。你看，连这些奇怪的表情啊，冰箱这些都可以叫出来，我示范给你们看。可是我的人物不见了，也不知道怎么不见了，但是查得到。如果谁知道生产目录怎么用出来，可以加我一下，拜托各位。首先要介绍的是彩虹猫，你们应该知道彩虹猫吧？彩虹猫就是这个，美国很流行的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？这个就是星际大战的剑，也是去官方的。别人制作的啊，去官方的那个工作坊就找得到了。像这样，也像星际大战一样，就可以把它推开，也可以用光剑给它砍，像这样，砍成两半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我本人很推荐那个武器，这很好笑。哇哇当机当，哇当机了！等一下。哇，怪怪的，我先暂停一下好了。把天中断下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会慢动作了。就像这样，我示范一下，因为好像是本身武器的问题，刚刚版没有，还是快动作这样变慢动作，我示范一下。
等下哦，我放了光头的那一个，找不到，算，我放那个好了，放谁呢？放钢铁人好了。不要电线宝宝。其实他的武器就是喷出那个电脑，就像这样，哈，喷慢动作呈现，不知道什么，好像改过了，好像今天才改成慢动作吧，要不然一般不可能，一般都是这样哈，然后就很多人死，就像这样。我再放更多的天线宝宝给你们看，像这样就不能叫出东西，我就把很多只天线宝宝叫出来，看有什么画面。试试看。哈！好慢哦！我的天哪！全死！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右上角。我知道这样有点晕，不舒服，尽量一下。还有个武器是这样，我也很推荐这个，仔细听它的声音，像这样就可以全爆炸。这就是吸收的武器，这些。像摇那个什么。这我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没玩过邪手。我叫出 Nico 好了，小小的录音 Nico， 像这样就会把他用死。大家都想说，为什么他们身上没有武器呢？答案简单，先按一下 C 键，有个 NPC。这边有没有武器可以选？像这样就叫得出来武器了。我示范一下 NPC 怎么用武器。是不洗吧？我等下去洗。不要洗了吗？等下。然后我现在放载具，让你们看一下。很酷，就像那个开车一样，按一键就变成第三人称。不对，按蹲下就变成第三人称，就变成对第一人称跟第三人称，就像这样，很像真的跑。像真的车在跑，真的超酷。然后我示范一下怎么改颜色，这也可以改颜色的。有人就会有时候会很失望的说，为什么没有其他颜色？按一是下车，像改这个就可以变色。我掉下人气可以掉的，我绑钢那个钢铁人好了。像这样可以绑人走，我示范一下，像这样，蛮搞笑的。我另外一个影片今天要再来
在以后完成。我今天就先介绍到这边，大家晚安喽。